就叫挂号。所以我们要想一想，你挂号的时候都跟护士或是跟工作人员说什么？对，你们都说什么？他们你在说的时候，他们听得懂吗？啊，如果你以前不是很顺利，哎，他怎么好像不是很清楚？你现在可以再学一次，可能你说的都好，对，都对了，可是声调有问题。现在我们一起练习。所以请你们看看后面，就是封面的后面，我们要再找一找对话音。那你们找得到对话音吗？好，他说，小姐，我要挂号。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小姐是谁？这个小姐就是医院人员。可是请同学注意，在台湾我们不说医院人员，你不常听见医院人员。那我们说什么？请你们帮我在你的书上面写医护人员，这是比较好。所以请你们帮我写一写好吗？写拼音也可以，写汉字更好。请你们帮我写医护人员，不要叫他们医院人员，他们是保护你的，在医院里面保护你们的健康，所以叫医护人员比较好。大家 OK 吗？好，所以医护人员，现在我都说医护人员哦，请你们知道我说什么。好，所以他说，你来过吗？他要找你的资料，如果你以前来过，他要找你的资料，所以请他汉字，你来过吗？好，都行。红色的字，有拼音的字是生词，所以你也可以看看今天我们要学什么。好，可以吗？我们就继续咯。好，你来过吗？所以你可以说来过。对，我以前来过，来过。所以请你们不要说有。对了，这个是老师常常说的，我觉得以前是老师的学生应该知道吧。哎，这里他没说有没有，请你不要说有，大家懂吗？你们应该常常说哦，有啊，我来过。可是这里没有有没有啊，这里没有这个字，这里没有这个字，没有。所以请你们不要说有，这个是不对的语法。现在老师教你都是对的，所以台湾人常常说，那他们说错了好吗？他们说错了，请你们不要学他们，可以。好，虽然你常常说，可是你知道这个是对的。你来过吗？请你说来过，或是没来过，请你不要说有。好，懂了吗？请一定要改过来。好，医护人员继续问，说请看，请听，你要挂什么科？你要挂什么科？大家听得懂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去大的医院，对，我们现在去医院，这医院有很多不同的科哦。你今天这里有问题，这里有问题，可能腰酸背痛，手有问题，你都要去看不同科的医生，不同种类的医生，所以他会问你你要挂什么科。所以可能今天我的鼻子不舒服，我的喉咙很痛，所以你要去哪里呢？大家听过吗？啊，所以你要挂什么科呢？所以耳朵、鼻子、喉咙，通常是鼻子、喉咙有问题比较多吧。所以你要挂耳鼻喉科。
车，所以他要说我要挂耳鼻喉科，所以你知道耳是什么，鼻子是什么，喉是什么吧？历史四课我们都学过哦，耳朵、鼻子、喉咙，可以吗？所以，因为我现在这里有问题，不是脚，也不是腰，也不是头，所以我要挂这个科。所以大家听过吗？耳鼻喉科，我想应该听过吧，听过吧。如果没有，我们现在学吧。所以你要挂什么科？什么？最黑色的地方就是答案。挂什么科？挂耳鼻喉科。好，新的字啊，新的字，有拼音的都是新的字，可以吗？好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所以医护人员会说，请把健保卡给我，请把健保卡给我。大家都知道健保卡吧？台湾很特别的一张卡，除了身份证，除了你的居留证，啊，现在在医院可能都不需要，最重要的应该是你的健保卡。大家住在台湾这么久了，应该有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健保卡给我。好，没问题呀，当然没问题。要看健保卡，你就说好，在这里给你。好，给我们的生词健保卡，健保卡。好，医护人员就是说。啊，因为有很多人都在等，所以他会给你一张纸，告诉你，你的号码是25号，你的号码是25号，25号，请你在8号，哦，对不起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请你在8号门诊。室等候，请你在8号门诊室等候。因为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医生，所以医生都在不同的房间里，所以那个房间就叫做门诊室。好，可以吗？可是因为前面有很多人，所以你得等一等，得等候。这是等一等的意思，请你在8号门诊室等候，等一下到了，我们到25号，我们会叫你。好，当然没问题，你只能说好吧，不能说不好，因为我要看医生，所以要说好。所以这里有很多生词，比方说号码，大家都知道号码吧？号码。嗯。那这里有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说门诊室，门诊室，可以吗？门诊室。好，再来你得说等候，等候，等一下的意思。好，大家都懂了吗？这些都是我们的生词哦，生词。这次的生词不太多，可是对话很长，对话非常长，可以吗？给大家看到书的时候，是不是吓一跳？好长啊！可是生词不多，所以你可以看一看。好，可以吗？大概知道意思吗？大概知道吗？知道。可以，那现在我要请你们说一说喽，我要请你们练习练习。所以现在我会叫你的名字了，对，早上一个多钟头都是我在说，老师得听听你们啦，可以吗？所以一样，我会叫你的名字。好，所以请你打开麦克风，叫到你的时候打开麦克风，我们一起练习。好，你可以偷偷看你的书，没问题。
那我会开始叫喽。好，那请问阿伟会在吗？老师好。你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可以请你说句子一来，请。小姐，我要挂号。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你的挂号可以再说一次，挂号，挂号，非常好，没问题，你说得谢很不谢老错，师。很好，所以你们可以一起听，这个句子非常重要。小姐，我要挂号，非常重要的句子，你一定得跟他说吧，不然他不知道你要做什么。我要挂号。好，我们来看二，我们来看二，Ellie 在吗？Ellie，Ellie，请你说，好，你好，请说这个。你来过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再说慢一点，因为你的第二个字说的是 like，可是你应该说所以请你再说慢一点，没关系，来，请说，你来，你来过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说，哎，说慢一点，说慢一点吗？因为你常常在中间会有问题，可是没关系。说慢一点就好，OK。所以你来过吗？那艾丽，你要说什么？来过吗？来过。来过，来过。这个句子也建议你们都记得。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说了，我要挂号，你要挂什么科？这个你不说，可是你得听得懂，而且他们说得很快，对吧？你要挂什么科？